什么呢？来的正好，快帮我看看哪个耳环配我啊？哪个好看？我看看啊。姐姐这么美，戴哪个都好看。哟，今天是吃了蜂蜜了吧？嘴巴那么甜。我是开心啊，一直以来都是你我两个人生活在这个古墓里，现在多了一个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青青，你都知道了。那你快跟我说说，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？挺好的呀，他很浪漫，而且心思也很细腻，他的声音也很好听的。静静，嗯，姐姐希望你能幸福，也能早日找到属于你的幸福。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呢。找到了？嗯，虽然我出道晚，年纪也小，但是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找到我的真命天子，而且我们都已经立下婚约了。你说的那个人是谁啊？就是孙悟空啊。说什么？白晶晶，枉我真心把你当姐妹，竟然敢跟我抢男人啊！姐姐，少废话，快回来！姐姐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别叫我姐姐，你不配做我妹妹。姐姐，你们慢慢打，我先走了。姐姐解释，快快点啊！还解释什么？闪开！哎哎，等等我！晶晶，你还是走吧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是个坏人啊，我配不上你的，我们不要在一起了。你喜欢我，我喜欢你，这不就够了吗？姐姐为什么会生气啊？啊，这个或许呢，他以为我喜欢的是他吧。那你告诉姐姐，你喜欢的是我，要跟我在一起不就好了吗？他会祝福我们的。啊，对呀，你说的很有道理啊。但是你真的喜欢我吗？送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定情信物呀。它是用我对你的思念化成的藤条，希望它能够在你身边，你左右，陪你到永久。我喜欢，以后我就用它来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。现在就去跟姐姐解释好不好？好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嗯。孙悟空，我喜欢你。谢谢，我更喜欢你。
是我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误会我了？好啊，你跟我解释啊。你一定是觉得我见异思迁了吧？你错了，我没有。你死性不改。 你是不是喜欢白晶晶那个臭丫头？难道我还不如？你要干什么？要钻家？你砸我吗？你都不愿意陪我住在这儿，我留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我留他们还有什么用？ 我是不想跟你住在这里，因为你不属于这儿，你应该属于美丽的地方。我想带你去美丽的地方。留着你这些话，去骗白晶晶那个小姑娘吧。 我才不会相信。我知道你不会相信，我也不信。但这就是实话。你经常骗别人，但是我不会骗你。经历了那么多，我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 我需要的是体贴的、成熟的、聪明的女人，比如你。你不是说你要娶她吗？你觉得可能吗？ 这是什么？地呀。地上是什么？土啊。小玩具。哼！我不要你用时间证明。现在，此时此刻，你去跟白晶晶那个臭丫头，给我做个了断。不如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天涯海角，浪迹天涯。好啊。 不过，此时此刻你去跟白晶晶去给我做什么？黑晶、白晶、亮晶晶，通通不懂我心情啊！饮食一刻，古墓往昔二里路，村口大哭数旁。我们四，滚！你是认真的吗？不能更真。你确定？你一定以及肯定。好啊，那我们俩击掌为盟。 你干什么呀？送你一剂夺命掌啊！饮食一刻，古墓往昔村口枯树旁边，我给你解药啊！哎呀，春春，你太冲动了，不如现在给我吧，这个很痛。你只有两个时辰的时间了，你自己想清楚，是继续浪费时辰呢，还是把事情解决处理掉呢？哎呀，春春，这个真的不好看，要不。